冒牌做月饼，九龙酒店冚旗啊！买唔到半岛嘉伦楼奶皇月饼就嘈到拆天，出自同一份食谱嘅九龙酒店月饼近年都劲出名，今年仲推咗两款，好受欢迎噶。不过又俾我哋发现佢喺呢处整饼噶，拉福布链就架开咗 canteen 同埋工厂，啲月饼整好就放上架，去除厨房焗啦。十几个人逼喺个500尺嘅地方，仲要个个都冇口罩。消息话年年都系咁整。唔使整饼嗰时，呢度放杂物噶咋？食环署前日长员话佢系无牌生产月饼，提出咗检控。九龙酒店就话即时停止咗工场运作。